想。身边的人们说，每一个好爽的飞飞。然后那边那个白色的大车，就是最低电压报警是五七千六，他七千六在做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哎呀们，啊！啊！我的菊花！你的计划被爆炸了啊！我去，你学点好行了，怎么能被爆炸？他们开了$80,000的摩托车走伊朗，现在在拖车在去去。这边是伊朗，欢迎到伊朗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旅游，来伊朗。再也不来了。我们在对面有一个毛驴在拖着我们。我去。你说我带你来伊朗玩石头，你来玩泥巴，什么伊朗玩泥巴那个，看来的。你小心你的菊花。就是最低电压报警。伊斯法拉哈图大桥，400年建的伊朗的大桥。这个桥不但是一个桥，而且是一个伊朗国王的宫殿，在中间国王主的。看这个水流动，他的心情很好，他让他的妃子过来，妃子为他唱歌，他心情会好了。刚才没录上，再录一遍。哎呀！